里头好像有什么声音。 是那只小猪仔，那是他的亲人吗？看起来似乎已死了一段时间了，希望他早日认清事实。 看来这里没什么特别的，让那姑娘过来，应该也无妨。下次再来偷豆荚，就放过她吧。 幸好先来探了路，要是让这些精怪跑了出去，到时伤到族人就不好了。还有一只。 难不成他是方才那只小猪仔？
可是他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他刚刚撞到了那诡异铜壶，方才的怪物也是从那壶里跑出来的。莫非是那壶有什么古怪？你怎么？小心！你认得这铜壶？它是你的吗？不管是不是，这铜壶可否留给这只小猪仔？虽然这铜壶有些诡异，但好像是他阿娘或阿父一直护着的东西，就让他留着回忆亲人吧。这样就不会弄丢了，好好保管吧。所以你怎么进来了？不是请你在外头等着吗？算了算了，此地有些奇异，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快离开吧。雨哥哥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果子都摘满来了。哎，姐姐，你们怎么会走在一块儿？哦，方才我去摘果物时遇到了他。哦，所以姐姐你自个儿出村的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这表示姐姐你的身体恢复许多了呢。等我们回去用这些果子祭祀先祖，你一定会好得更快的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这些果子是方才雨哥哥抛下我不管时，我辛苦的自个儿摘的。是我抛下你不管吗？姐姐，咱们等会儿一起回村祭祀先祖吧。青梅要感谢先祖对咱们的照顾，也要求先祖让姐姐身体恢复快些，再顺便请先祖医治姐姐的哑巴病。还有还有，哎，你的愿望这么多，怕是要把满山丘的果子都带回去才成了。雨哥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快回去吧，免得阿娘担心。雨哥哥，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没事，不小心滑到的小伤。小伤？可是你看起来很痛啊。
我没事，你别多担心。我过去看看。七妹，你先带那姑娘回村。雨哥哥，你是谁？我叫翟虎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和族人走失了。说仔细。我本来与族人在附近生活，可是后来敌人来掠夺我部族，杀害我的族人，只剩下我和一些人存活下来。我们逃离了那儿，但是我又跟他们走失了。附近的部族又被攻击，难不成是族长日前提到的那个？这位壮士，能请你先拉我出来吗？终于。壮士多谢，若非你发现了我，还不知道我会陷在这里多久呢。壮士怎么了？你说你来自附近部族是真的吗？是啊，方才我不是已经说过我的来历了吗？那为何你会着这个服饰，那个四处掠夺他族的夷人服饰？我。你如何侵入此地？其他帮手又在何处？壮士，误会啊！我和族人走失后四处流浪，前日竟走到那些夷人的营地，我还以为又会遇到那些可怕的夷人，谁知道那里早被烧毁了，整个营地漆黑一片，半个夷人都没有。不知道是谁做的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这可真是报了我族人的血恨。但是我又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夷人生存，就把在那里捡到的服饰穿着，若是遇到其他夷人，还能装成他们族人，趁机逃脱吗？你也知道我一个人势单力薄，伪装是最好的防备了。没事的话就快离开。我。雨哥哥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呀，差点忘了他。
怎么了？这姑娘在做什么？姐姐，怎么了？你拾的那东西，那是你的吗？你的东西，为何归在他身上？那是你捡到的，可以请你还给姐姐吗？不，不行，这是我的东西，是族中巫人给我的护佑宝物。姑娘，我说你是认错了吧？这真的是我族巫人给的护佑宝物啊。姐姐，不然我们请他带路，我和雨哥哥也同你一起去问问那巫人吧。小姑娘，那可能办不到了。我的部族被夷人所灭，如今无处可回，我又跟幸存的族人走散，要找到我们族屋，怕是短则数月，长则余年，才有机会了吧。啊，你是来自最近被灭的那东方部族对吧？真可怜。玉哥哥，咱们能不能暂时先收留他？青梅，你失去亲人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啊。如果一餐温饱，一夜好眠，能让人感到温暖，暂时忘记痛苦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雨哥哥，好不好？没经族长同意前，这么做恐怕不妥。疼！哎，你怎么了？脚似乎拐到了，方才跌进这陷阱时弄的。雨哥哥，就先带他回去疗伤吧。等他伤好了，若族长不同意他留下，你可不能再阻止我救他离去。司空大哥，青梅妹子，这阵子谢谢你们照顾。你确定要跟他离开去找族屋吗？姐姐，这是阿娘为你准备的行囊，你收下吧。我看到雨哥哥偷放了一些防身用具在里头，给姐姐傍身呢。翟虎哥哥，姐姐，你们要好好保重哦。等找到族人，我一定会再来拜访的，一定。再会了。不知道翟虎哥哥找到族人了没有？姐姐，是不是也从那巫人口中找到自己族人所在的地方了呢？姐姐和翟虎哥哥的服饰与我们都不一样，不知道姐姐是哪一族的人呢？雨哥哥，我觉得姐姐她的服饰好好看啊，雨哥哥你觉得呢？雨哥哥，雨哥哥，啊，什么？雨哥哥肯定是在想姐姐的事，想到呆了吧？胡说一通。这是在村里的，我去看看状况。